要爬的是那个破镜架，破镜架上来。哎，今天全部都是跑装，但是我们是用走的行程。登山口，也会在就是招来步道。我们现在大概走了十分钟到观景平台。这个穿着跑穿瘦的神人，速度稍显慢了一点。几点呢？坡金加山登山步道。跑起来！我错！赵北平啊！赵北平，你休息站到了吗？这些东西你的特辑哦。真的吗？你不是拍的？啊。都没有在身上出现的。动最灵异照片的意思，不要。我们终于来到自我偷袭这个段落了。你自我了断。怎么在海拔1000多的地方也有石瀑的出现？石瀑啊！我以为这个只有在海拔3000多才有。又回到爬坡路段，路段很明显的不好。看一下国家代表队吴建德先生，当然还没啊。真的是跑山兽，跑山比兽，跑山比跑天兽，怎样？这么吃饭？丛林野跑，啊，这视野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对面，下次就一坐一坐捡了。一坐捡，来，攀爬了，哇！看来又是一个人线，很漂亮，视野很赞。眼前又是一座关卡，不过还好，现在都有做那个踏点。很规规，哎，小，真的假？今天这么快？上回距离这么快啊？对。可以，一点，不怕，可以。小来步道，3小时47分。到了没？哇，哎，雪达，对啊，不到4小时啊。还好今天状况没有很差，不然一定会超过4个小时。下山的庆功宴。